好，那我们第一轮的这个寂静的呐喊，第一轮要上场的是秦霄贤、李雪琴、张延琪、高瀚宇、绿队、何离，还有我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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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前面只要不错，好不好？我这次对我们组信心很大。老秦，给点力行不？我们化干戈为玉帛。我是第一棒，好吧？你说话都破音了啊！我听不见。第一棒最重要，就是你知道是啥词儿。到你那儿乱了怎么办？那赖我呗。不是，你们还没开始，已经开始甩锅了吗？怎么？明明考的是默契，已经开始打起来了，恨不得。对，今天要走高智商路线了。今天我们不做综艺效果。今天不做综艺效果了，让你们知道我智慧。你要做一点效果，我就弄你。我跟你说，不做，不做。好，来，泽林也戴上耳机。好，好，请关门。天哪，这根本不可能吧？第一题，哇哦！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。你先数数多少字？好，我想退赛，可以吗？我们输了，比赛开始。转圈也是一部分吗？没有，这都没有。一二，一二，妹妹。大胆的往前走，九个字，九个字，九个字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大亲戚，大弟弟，哥哥亲戚，哥哥，比他小的亲戚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不能说里面的字，所以哥哥比他小的弟弟，亲戚。亲戚啊，对，小小女孩，妹妹，对，第三个字儿，大，对，哎，你看这是啥？弟，对，妹妹大弟，演最后那个状态，演那个，走。妹妹，你大胆的往前走。漂亮，下一位。弟弟，几个字？九个字。九个字。第一个字是什么？前两个字。第一个字是两个字。前两个字是一样的。第二个字。前两个字。第一个字是什么？第一个字，前两个字。第一个字是什么？第一个字啊，姐姐的反义词。动作，给我点动作。没有动作，姐姐。动作。姐姐的反义词。钱，钱的反义词。姐，姐。爱。前面钱的反义词为什么是爱？我们俩。你管我，我是你的，我是你的。铁子，铁子。姐，姐。今天要走高智商路线了。小女孩，一个小女孩，什么？第几个字？小女孩，小女孩在干什么？卖火柴，卖火柴，小女孩，不是你管她叫什么？小女孩怎么了？不用了，你这个不重要。走路，走路，小女孩走路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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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九个字，九个字，对，九个字。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是两个字，两个字。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他在搞综艺效果。我也不知道，前后左右，前后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是小女孩，小女孩，小女孩，哎，后街小女孩在散步，散步。后面有个小女孩在散步，漂亮，差不多。哎，你别说，是这个意思。后面有个小女孩在不，后面有个小女孩散步，散步，加油。几个字？应该输了，应该是输了。几个字？九个字，九个字。后后后面有个。小女孩，小女，小女孩，后面有个小女孩。哦，散步，散步啊！后面有个小女孩，散步，多一个字。后
孩散步。八个字。小女孩。三。后面有个小女孩散步。时间刚好九个字。对。好。下面好，首先往回回溯啊，首先是泽林，你刚才在汉语那边接收到的讯息，我感觉他第一句话说的是感觉输了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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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他非常没有信心，而且他说到做到，他跟我说九个字啊，我感觉这个是正常来说九个字，要么是一个成语、谚语什么的，怎么会？对，后面有个小女孩在散步，对吧？汉语你也表达的是这个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听他说的就是这个。你后是哪来的？他说钱的反义词吗？我什么时候说钱？我说钱，你说对。我是姐姐，姐姐，我是你的什么？铁子。他说他是我的什么？我说铁子。他说对。是这样的，这个事情呢，确实是从张燕事情崩，就崩在燕琪这，崩在队长这，对不对？那我能看雪琴演一遍吗？哎、不、啊，你让老秦给你演啊，让老秦演一遍，因为雪琴完全是对的。哦，你让老秦演一遍，对，我倒要看看。哎，我们说，就哥哥，哥哥比哥哥比哥哥小的是什么？小女孩，妹妹。哎，对，然后这样，大，对吗？对，然后最后的那个动作很重要，就这样。哎，看，这不是散步吗？我知道了啊，你说，妹妹的大胆的往前走，对不对？妹妹的大胆的往前走，刚好九个字。你不是跟我说不做效果吗？他过来，我说什么？他，我以为做训狗呢。这算没成功，好不好？